因为我离开好多年了嘛，然后但是那个舞台依然是自己灵魂当中很熟悉的。沉寂十年，他用一首等待惊艳全场。戏曲铅华，他在自己的歌声里讲述关于爱和命运的传奇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无论我走得多远，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对每一个音符都能拿捏自如的黄绮珊，总决赛之上，他能否再战辉煌？等待。
他唱完第一遍歌，我就全身起鸡皮疙瘩，媲美海豚音，他绝对是一只非常危险的海豚。他用一首歌来倾诉，做得非常完美，整个连成一片，那个情绪感就是蔓延，就是扑面而来。黄绮珊就是一个被埋没的好声音，一个好歌手，包括这首歌是个好歌手。对每一个音符都能拿捏自如的黄绮珊，总决赛之上，他能否再战辉煌？张开怀抱，融化了我。你轻念指尖，揉碎了我。你鼓动风雨，卷走了我。你掀起。我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就是离不开了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无论我走得多远，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从来没有。掀起波澜，扬起了浪。
自己对音乐的一个态度。我说，就在这个歌词里面会呈现了，爱和恨全由你操纵。但是我对音乐讲说，可今天我是离不开你的，不管你爱不爱我。四月十二日，终极歌王之战，黄绮珊能否再战辉煌？
大家看到我前面三场啊，唱的都是等待呀、啊，离不开你啊 ，I always love you 啊，这个就是那情感很厚重，你知道吗？到了这场，哎，给他们换一个那个听觉，哎，让他们觉得看一下这个不一样的黄绮珊。一边在上学，一边又要来比赛，我真的是真的拿不出时间来说好好用静下心来去学新歌。我所有都在改编，所有我每一首歌我都盼望说改不一样的，包括今天的跟着感觉走，完全是跟苏芮不一样。Thank you.
黄绮珊，因为她是一个有经历、有起伏、有苦难，然后有她自己那种小欢乐、小宇宙的一个歌者，她所表达的东西是非常到位的。她是身经百战的去尝试不同风格，其实用的那种技巧是在声乐当中非常难的一种，就是哑音，而且还在一个
本音基础上可以从嘶哑转换到一个非常透亮的一个真实的声音，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难做到。对每一个音符都能拿捏自如的黄绮珊，总决赛之上，他能否再战辉煌？
真的很感动，我每个人都啊喜欢你唱歌，就这种铺天盖地的这个啊，我觉得好像你站在这里你要有个责任啊，那个心情的微妙的变化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。我坦白讲，走到今天我已经开始心里沉甸甸的了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
歌叫《爱的力量》（Power of Love）， 没什么实力不敢唱。黄老师呢，稍微有点这个 power 大了一些，然后 love 表达的稍显弱了一点。可能林志炫老师就会把 love 唱的更这个爱唱的更细腻一点，把力量可能会稍微收敛。四月十二日，终极歌王之战，黄绮珊能否再战辉煌？
这首歌改得很爵士，但是也有点说小风险，就是观众接不接受这种特别高，因为爵士属于在流行音乐里面算是稍显阳春白雪的一个范畴，这个大量的这个切分，大量的反拍在里边，这个让大家是不是稍微有点无所适从，觉得找不着原来原唱那种流畅那种，这个很有哈林风格那种劲儿。这个女人很可怕，真的是非常可怕，因为她有些舞台的夸张性质是很多女歌手没有。她前面那个将近八六，她把那歌改成八六的风格，八六的歌，她的唱腔是很像是一个怀春的女孩那种。但是等到，因为她后面就是等她鼓一进来之后，又回到一个很强势的一个，就是一个歌者的感觉。结尾处又给你撒下脚。对每一个音符都能拿捏自如的黄绮珊，总决赛之上，她能否再战辉煌？坐会儿。其实就是说，正好跟涂老师九六年离婚嘛。没两个月他就开始写了嘛，阿妹也就是也是九六年出第一张唱片嘛，我第一耳朵听到《简爱》的，我就坐在那个沙发里面，一句话都没有讲，我就一个动作也没有，就这样来来回回，我听了大概可能好几遍，我心里非常的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你觉得《简爱》在你的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非常重要，他陈述的是你过去灵魂肉体相交和割舍的那个疼。脸上的伤。
我的眼泪擦不干净，所以绝口不提，所以暗自反省，终于我挣脱了爱情，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有许多事他也很勇敢。通常好多人在背离了一些岁月和情感之后，他要么就是采取否认，或者说是回避。他勇敢地拿出来。一个歌手在这个台上可以 hold 得住技术，但是作为一个女人，很可能在这个台上 hold 不住自己的情感。
月十二日，终极歌王之战，黄绮珊能否再战辉煌？